On December 17, 1903, Orville and Wilbur Wright made man's first four controlled flights in a powered aircraft. Modern equipment speeds up that the work, day they makes it the easier and more efficient, new too. What the Wrights had achieved at Kitty Hawk. 有一种力量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它激发着人们的想象，为所有可能插上翅膀。它安抚着失败的恐惧，给至暗时刻带来光芒。它点燃的火花总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它带来的改变却可以超越时间，宛若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普照仰望它的每一个人。我们开创了一个时代，让热爱飞行的人们可以紧密相连，用信仰技术的大脑创造一个个行动与梦想编织成推动伟大事业的船帆。我们注视着前行的方向，努力使之不断延展。从碧绿的农田到广阔蓝天，唯有梦想的力量能让我们一往无前。